我想问一下，是满族人吗？对，是满族。姓那。对啊，姓那。姓那，那个那广那广子。那广子，那广子是吗？我听成那厂子。家住北京哪里啊？我家是大连的，也是。哎呀，你说你这我也是说你，你知道吗？拉倒吧，你们快啊！那个身高多少？我180，可能我根儿比较高吧。我的个天哪啊！这根儿就得20厘米，这么高，这个好找男朋友。您敢追吗？我怕追不上，我腿短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说，你两步到门口了，我这还没倒过去呢。好，平时你们控制饮食吗？我老能吃了。我听说过两种说法，一个就是他们确实吃的很少，啊，一宿舍连吃2两凉皮儿。一个宿舍2两凉皮，吃2两凉皮。嚯！另外还有的就是吃完之后，当时吃挺饱，炸酱面啊什么，咣叽咣叽就吃。吃完之后一抠嗓子眼全吐了。但是还有一种人就是没有良心的胃口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吃多少他都不胖，好像传说中有这种品味。譬如说是哪一位？我。我在初中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吃过7、8个馒头吧。嚯！一斤一个的。啊，没有，就是。这个没想到唱歌唱得这么好啊，要没有小四搅和，人家表现得还好。都怨我，都怨我。接下来我们请一位超级男模上场。